滴答答滴，滴答答滴答，答滴答答滴，滴答答滴答。一直唱就是像沧海一声笑这样啊。注意看哦，好，注意哦，要仔细听哦。没有，我们要弹另外一首歌。好，第二个，你看到蓝调音乐的影响跟古典音乐的影响这里面，什么叫做节奏蓝调灵魂唱法？什么叫爵士唱法？我们现在开始进入重点了啊、哦。在蓝调跟节奏蓝调跟灵魂唱法里面呢，我们就从模仿这边，应该很多人会照相吧？照相有一种叫做光圈先觉，有一个叫什么快门先觉，有听过这个吧？告诉你，在 R&B Blues 的世界里面，它是旋律先决，就是那个旋律不是五声音阶，就是蓝调音阶，它就是蓝调音阶五声音阶。所以呢，我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的时候，我和弦像跟凯老师刚刚讲，比如说，你看，你先把降一大调，你弹出来降一大调，然后你弹，哒哩哒哩哒，哒哒哒哩哒哩哒。那如果我不想去这一级的，我想去四级的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A flat major seven， 哒滴哒滴哒，哒个哒滴哒滴哒，音阶都没有变。哒个哒滴哒哒哒哒哒滴，啊，现在去四三二一，一二三四，哒个哒个哒哒个滴哒滴，哒哒哒哒哒滴哒滴，哒个哒个哒哒个滴哒滴，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。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滴哒滴哒滴，哒个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。我唱的是这个。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，嘟嘟个滴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滴。就像这样子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发现旋律先决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请。君会帮我们弹，我们可以弹那个 One Hundred Ways 吧。刚刚我们有，那我们听听看，哎，他不是只会弹摇滚乐而已，你可以听听看，君会，你可以坐着弹，没关系，比较有气质。了解吗？
我们先给君威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讲的不复杂，怎么不复杂？怎么这样叫不复杂呢？你看，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几乎都留在这个所谓哆哆哆哩啦啦哩。可是你记得一个概念，你刚刚不是有人照相吗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又是秘密的这样，他不会从哆哩啦啦哩开始唱啊，他会从降西，从五音开始唱，哒哒哩哒哒，滴哒滴，滴个滴个哒，就其实我想走，其实我想留。就是得得滴得得，从这边从降西，从这边把它放到下面，滴得滴得得，或是你可以说它是降西往下，或是它是五往下都可以，滴得滴得得，滴得滴得得，滴个滴得得，滴滴滴滴。唱主唱的人，唱和音的人，全部都在这里面而已。对，我们都只有刚刚他唱的好像非常的遥远的，没有，他全部都在这里面，所以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就很舒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在这个调性里面，然后这个是哦，所以这个是调式吗？不是，它是调性而已。可是它是什么？蓝调先决，就旋律先决，旋律在前面，和弦你看它一直改变。你看我现在不要唱，你可以再弹一次和弦吗？爵士乐的人来讲，或是你学爵士乐，觉得哇好复杂，这样，就是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，我们国父首创革命，革命烈度，哇，你还会唱吗？哎，这什么歌啊？国父纪念歌，国父歌，好像推翻了专制，建设了共和，唱的是有民主。欸、不是，我们刚刚唱的不是，我们刚刚唱另外一首哦，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哦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看。